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羽球密码。那继续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的，我们教上手的长切杀之后，我们今天要教的是下手拍的挑、停还有短球。那我们接下来先示范挑球的动作。挑球角度由下往上，力量是大的，由下往上。好，我们看一次动作，力量大，由下往上。力量大，由下往上。各位观众要注意一个特殊的动作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手背尽量不要这样子拉。很多选手、初学者都会这样子的，动作太大，你的球接弹得不好控制。其实你只要轻轻的一弹。那我们看一下脚的动作，轻轻的一弹。我看到我的动作没有很大，轻轻的一弹。不要这样子的动作，这样子的动作太大，这是错误的动作。这么大的动作是不对的。谢谢各位观众的欣赏。如果各位观众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，那我们将竭尽全力的一一为你解答。谢谢各位。